用心那边的客户，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张伟民。咱看到台湾大学周日哦，是举行陈文雄事件纪念广场启用典礼。这是讲有影等真久啊吼，咱嘛看到讲吼，陈文雄受难哦，咱讲今年就满四十冬，各界咧呼吁吼，这个纪念广场要成立嘛，已经十冬外了吼。相信有咧关注咱台湾新闻界这个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节目一直对咱讲哦，过去维权政府吼，才受迫害这个受难者吼，因为这个转型正义，咱讲吼，敢有落实吼，拢真正关心吼。所以咱嘛咧回顾讲吼，过去啦吼，咱嘛真正有咧讨论着讲吼啊，戒严好啦吼，也是讲陈文雄事件，咱拢讲过。啊，那么过去就回顾就讲吼，陈文雄博士伫咧美国摕到学位吼，伫咧海外嘛投入到这个民主的这个运动，伊嘛无款咧支持咱讲美利都这杂志啦吼。不过咱看到讲，伊1981年5月吼，登来台湾探亲，咱看到讲吼，其实伫咧7月初二啦吼，就吼这个吼维权政府的这个敬重来去吼。又去讲话了，但是咱嘛看到讲7月初3，伊就吼，互发现讲死伫咧咱讲台大研究生图书馆的这个边啊了吼。咱讲吼，这个部分吼，真正迄当伊只31岁了吼。咱等下嘛当好好来参考着吼，过去咱吼对伊的这个不论讲是促转会对伊这个调查也好，还是讲吼这个真相到底有明确无明确了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真济人士咧走动了吼。咱讲吼，这个校园的这个转型正义，还是讲社会转型正义，到底有咧实践啊无？这回咱能看到讲吼，这个事件纪念广场来启用，其实了有一个意象或者是空了吼。先来用作空咧，代表讲吼，这个历史真相也未真明确了吼。实际上，咱讲无意着这个龙啊来吼，感觉吼，也是讲真实实咧传达着这个感觉吼，咧做啥物啊？外口咧拢无地看吼啊。其实咱讲啊，这个工厂的这涂卡嘛吼，这个咱讲吼，代代这个数学系来参与着设计了吼。咱讲吼，甲这个陈文雄博士，迄当年的这个数学的这个研究成果做一届来去呈现吼。其实咱嘛看到讲，真有真侪人士来去参与着这回这个纪念工厂的这个路线的这个典礼。但是咱先来看到讲吼，这张图了吼，伊讲吼，这是咱纪念一位坚决抵抗国家暴力的这个勇者了吼。但是咱讲吼，这个部分吼是一个普利当做暂时的这个笔译文吼。咱等下嘛好好讨论讲，到底学校是不是要哦继续用这这个字来去纪念这位博士？另外嘞，咱嘛看到讲吼，咱们是用基金会董事长杨恩美雄了吼。伊讲吼，十当前咱就发函吼，这个代代五万建立咱讲这个纪念广场，但是十当以来反对方哦用各种理由吼来去抵制了吼。啊，而且嘞，咱嘛看到讲吼，真侪人吼，咱嘛看到讲代代研究生协会、学生会嘛有咧拍。咱嘛看到讲陈文雄的这个家属代表吼，嘛讲啥，广场会当启用，家属感觉有一个安慰了吼。啊，台大校长关仲敏吼，伊讲吼，五万早日真相会当较明朗化了吼。但是，嘛有人咧质疑讲，这个关校长了吼，上任了后是推翻掉，咱讲过去募款一半这个决议了吼。啊，昨出来剪彩是咧收挂吗？透过今节目，咱做回来关心。现在邀请咱节目顶三位来宾，第一位邀请陈文雄基金会董事长杨恩美雄，美雄姐你好。大家好，我就是杨恩美雄。第二位，咱们邀请中研院数学所退休研究员，江时阵的嘛是咱讲陈文雄教授的这个同学黄启穗，教授你好。大家好，我是黄启穗。第三，咱们邀请前台大研究生协会会长林兴业。大家好，我是林兴业。是啦，咱要先带观众来看讲吼，咱头先讲到这个广场的设计吼，意象是一个空字啦吼。是啊，老师空，咱头先嘛讲到，真正吼，这个真相要未明确，先做来看。请用剪。台大的老师甲学生和陈文雄博士纪念基金会拍拼10多年，总算让陈文雄事件纪念广场正式来启用。广场啊！会当成立，会当节目来用呢。我对家属嘛，感觉有一个安慰哈。我们不仅仅是在悼念一位校友陈文成博士，也在提醒大家，还有更多追求台湾前途、为台湾前途奋斗的勇士。我们也希望这里成为一个提醒社会，要永远坚持人权、民主与自由的地点。纪念广场就伫陈文雄40年前电视的所在，核心概念采用比图活动评选的第一名作品。三位代代形容所毕业生发生的空，伫广场会当看到用黑色大理石做的异常建筑，甲周围形成对比。
入去内底虽然是四面拢透明的房间，但是做啥物外口拢看无，乡镇历史真相犹无清楚。在那个时代，党国所做的事情，我希望国民党要对自己的过往的罪行真诚的反省，公开向陈家道歉，并陪葬陈文成博士的家属。台大学生会长杨子昂讲，离学生会头一届校部会议提案已经要十年啊，期间经过真侪届会议，甲校内保守体制反对，这是台大传承的成果。那对台大发声，开始要来进行相关档案的整理，还原历史真相，积极承担民主与转型正义的教育责任，展现一所大学应该要有的高度与关怀。我们有的大概都是他的学籍资料那些东西，那其他的档案我们这里相对来讲并不多，所以今天在整个典礼的过程，各位可以注意到，我们找到了最有价值档案，其实就是陈文成学长的考卷。台大表示，学校内底甲陈文成有关的档案较欠缺，会继续来收集。另外，学生会表示，纪念广场未是行动的重点，会接受过去的拍拼，继续来推动校内转型正义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是咱先来邀请美庆姐吼，甲咱说明一下，昨即个咱讲纪念广场落成吼，大家我那嘛讲话，这是转型正义的，可能是即个第一步啦吼，才开始尔啦。尤其咱讲吼，其实有真侪种即个争议啦吼，过去咱讲吼啊，即个校园啊，伫遐阻挡啦吼，啊买手是咱从两个月即个钱吼来管吼即个校园啦吼。啊，面对着咱头段嘛讲着，即个目前吼，咱看到是纪念一位坚决抵抗国家暴力的即个勇者，即阵吼，咱讲伊是即个。普利隆做，然后未来吼有听到风声讲，可能吼这个文具安怎去设计，这个字安怎去用，也佫有一个啊，甲学校可能还佫一个对话啦吼。你安怎看咧？这个字吼是因为这个碑文吼，本来校方有一个啊，阮看了无介意啦。嗯。当时会吼，因为内底佮咱写伊当时生当时。学校毕业当时摕到博士奖状啦吼，啊实在内容无真清楚写出来，所以阮对碑文阮讲要过来写，啊毋过因为即个昨昏爱落成啦，因为含即个建商有约一档，所以昨昏落成的时，阮就是讲得爱即个字爱放大顶面吼，啊即个字放大顶面，我是有那听啦，学校那讲。搁几日都要提掉啦。嗯。啊，我听到是讲，因感觉对这个国家暴力这四个字吼，因感觉无适当。无适当，但是。我感觉讲，太大吼，应该是咱台湾吼上，爱带头的一间学校吼。嗯。啊，搁已经民主化这样久啊吼，2000年就第一次政党轮替吼。啊，已经政党轮替三摆吼，是。那为什么好像那个金总还在他们的心里哈？啊，国家暴力，我感觉这个陈文成的案件本来就是国家暴力啊。是。啊，为什么这个国家暴力这个字看了没顺眼？我没有办法了解啊，这就是表示讲对国民党古早把英国所做的，就是讲在戒严令所做为。为迄个中国来以后，哈，1945年伫战后，哈，因对228的发生，啊个白色恐怖，看偌济只量刑犯，关十几档、二十几档，啊，那无得是枪杀哦。对只个代志，老实讲，国民党拢无一个回信的啦，是，吼，无应该是国民党回信的，不是政府。嗯哼，不是政府来回信的啦，应该是国民党。OK， 头先这个美庆姐嘛讲到吼，咱讲吼过去这个维权政府所作所为，咱讲吼其实吼这个设计，咱看到广场吼一个空的这个意象吼，讲这个真相无明确，但是这真相就大概知影是维权政府所做的啦吼。美庆姐啊，你安怎看咧？这真相大家拢知影。是啊。无人会相信讲伊迄是自杀啦，啊，佮特别迄当时发生的时，有影特别，阮拄啊迄阵伫美国，大家台湾人个学生，啊，佮已经去伫上班的社会人士，大家拢非常的震撼，因为美国倒事件，即个伫海外较有良知的人，大家拢是支持的啦，是，吼，也是观看啦，啊，支持美国倒十字。
种种啊，无想到讲陈文成伊回来发生这个代志吼，所以非常的震撼啊。所以这个，伊讲伊自杀啊，无人要信。啊，就是讲学校最重要，就是讲卡内基梅隆伊读的大学的迄个校长，伊有讲一句，讲蒋经国不能脱离这个关系啦。迄当时伊是做总统，啊，其实战后以后亲自单位全部拢是伊的主管，啊，特别伫伊迄个美丽岛事件发生以后吼，伫12月18号那时候他的日记有写，讲咱对遮个反动分子，等于讲美丽岛事件遮个人，伊讲要一网打尽，全部拢爱掠起来，一网打尽，啊，以利还利。啊，以利还利，靠有法度挡住。是啊，然后12月25号，伊的日记阁写讲，伊要亲自吼主持这个国安会议的对吼，每星期五。所以这个陈文成事件，因为伊是支持迄个美丽岛事件，阮迄阵我的时代都还有那迄个时代吼，对阮是足大的震撼啦。有啊。啊，足大的震撼啊，所以。伊安尼啊，讲即马要找凶手吼，我本身我有含一寡人问请教，其实都感觉讲凶手是啥，只是被指挥而已。OK， 其实元凶是谁？是党国这种体系啊，用情治单位啊收集报告。当民雄一待完了，因奈怎样？因为伫学校有迄、那个。有迄个药杯啊，啊！伫台湾人的社团嘛，是有一挂拢在写小报告，唔得足侪人无法度转来，是，啊！伊也发生这个被打小报告，这拢是因为伫美国的校园吼，啊，个小迄个小团内底拢有唱人，所以这拢也无，这个监控，拢无啊！因为伫像德国，希特勒。一战败了，他的那个纳粹党的被解散了嘛，是啊，所以伊无去啊，伫东欧的迄个第三波的民主化，诶，这个过程，共产党嘛无去，不过台湾很不幸的，国民党继续执政，继续执政的是各个党人，伊家伊家过去做的代志，拢把它掩藏，是特别拢掩藏，所以迄阵陈文成事件发生的时，伊对因家族的人嘛相款，嘛是拢无要互因伫淡薄啊，搁家监视，是，不过伊的老爸去到美国，135场的演讲，阮大家拢非常感动。是有影啦吼，所以咱讲这个美行者回顾到这个过去啦吼，真正咱讲真正唔甘啦吼，尤其咱讲这个凶手其实就等于这是这个中国体制内底啦吼，吼所吼迫害这个受难者之类啦吼。啊，继续咱嘛先来看讲吼，这陈文成啦吼，其实伊伫1950年代吼生伫咧这个南口啦吼，功课真正好吼，大家拢叫伊大白啦吼。啊，28岁时阵吼，出伫这个 Michigan 的这个大学数学博士啦吼。啊，其实咱今日嘛请。到这个陈文成博士的这个同学啦吼，其实伫咧台中、这个初中、建中，甲这个台大数学系拢是同学啦吼。继续，咱阁先请教这个黄教授啦吼。其实咱看到讲咱这个吼啊纪念广场会当成立啦吼，你的心内嘛是非常的这个感慨啦吼。来，甲咱说明一下啊，说明一下，咱讲吼过去甲伊的这个情谊。我甲陈文成是初中是同学校的台中中学。啊，高中甲大学是同班的啦，所以阮同班是有7年啦，吼。是。所以我会记得，阮定定拢，尤其你考大学的时阵，阮前一个月，阮两个，甲其他两三个同学队斗阵，规个学校，规样咧拼一个月啊考，是。甲考大学嘛，吼。啊，所以迄阵考大学的时阵，其实阮第一志愿拢是写数学的，数学。第一志愿嘛写数学，我嘛写数学。爱考入去台大数学系，伊是第二名。OK， 我是第四名。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考入高中成绩比较好，但是伊考入大学的时候成绩比我较好。所以阮两个是不只 close。所以阮岛的人拢捌伊嘛，所以伊那叫做大白，就是伊体育真好。哦。爱行路的时阵咯，伊个胸迄个肩迄个胸坎有胸坎真高啦，真高。是。爱行路的很。所以才叫伊大伯啦，所以其实阮老爸老母嘛是拢叫伊大伯。是，伊就是运动真好，所以伊
讲以后会出代事，伊嘛是对，伊这个人就是真直啦。所以也就讲敬重甲抓起来，像伊，你甲问声一定是伊是袂欺负的啦。大学的时候我们同班的嘛，伊太太是兼阮一班的，所以伊要入面太太的时阵，迄阵开始要入的时嘛是叫我甲伊斗阵去弄门啦。所以阮很出国以后，还佫有一寡，还佫有联络啦。伊要。我要回来台湾的时阵，我1978毕业，1979要回来台湾的时阵，因为阮有下辈子联络嘛，伊，阮同年毕业，伊去伊个卡内基梅伦，做 assistant professor， assistant professor 通常三年就 review， 伊是第二年的时阵，伊其实有过去，Bayer Lab， 就是贝尔实验室去伊个interview 有找头路。我一个美国的同班的同学，美国人是 interview 伊的人，所以伊有写批哩，伊有敲电话，佮写批哩问我讲，陈文成的情形嘛。所以其实，伊是把陈文成摆第一个 first priority。但是他的老板没有把他放成第二个，所以迄阵陈文成并无去迄个Bayer Lab。所以我这个同学必要写批的话，伊很后悔，讲伊阵无争取这样代志，伊等来台湾再继续去。迄阵伊也想讲。有去进出，有去 Bayer Lab 的时阵，啊，唔是留喺伊个卡内基梅伦的时阵，伊就无可能有遐侪时间转来台湾。OK， 所以伊转来台湾的时阵，其实拢够有联络，有去中央研究院演讲，我有安排去中央研究院演讲，但演讲我也记得因老爸，因老去听，啊，因老爸坐后边，当然无可能听有大牌的讲，因为讲数学，数学啦，是，但是你会遐看讲因老爸是。因为我就非常 proud of 这个囡啊，感觉足光荣的吼，有影。啊，伊出代志以后，迄阵出代志的时阵，我另外一个同学是甲伊有亲情的关系。迄阵还佫唔知出代志，种伊去用约谈的时阵无转来，所以阮同学有敲电话问，就是讲伊无转来。啊，我嘛唔知要安怎，因为我们那时候还佫少年嘛。是。然后出代志的时候，我同学敲电话讲，已经出代志啊。啊，出代志以后，其实我们那个少年，你嘛唔知讲，其实不知道怎么办，没办法。所以，我以后迄阵帮他做是尽量讲，记者来访问的时阵，我尽量讲，我的看法是安怎，就是所有的同学拢无联系，讲伊是自杀嘛，是，因为伊的性格是无可能去自杀的。啊，伊迄阵讲是，卡内基梅伦 renew 伊的 contract， 佫有三年嘛，是，啊，佫带囡仔要转来给老爸老母看，当然，迄阵是在某种意义下是人生的 top。非常非常的前途一片光明，其实是安尼啦。所以那有可能讲，这个情形也去自杀。啊，迄阵就是我嘛有真侪迄个较早翕的迄个照片下，都提供给迄个媒体去来去使用啦，去使用对。啊，尾啊，我有帮我做的，就是讲啊，阵伊有 memorial， 还是有啥物活动的时阵，我是尽量去参加嘛。是。啊，佮包括讲智商委员会，我嘛是认为讲同学内底一定都是来出面嘛。所以即款代志，阮同学内底就是讲，因为我佮伊最 close， 最接近啦，所以就是讲，我基本上对阮同学内底，就是讲我代表阮的同学佮伊参与即款。有关陈文成的这个代志，有影啦吼。其实这个黄教授吼，甲咱讲陈文成博士真正是骂一骂啦吼。所以咱讲啊，过去哈七党的这同学这个争议，然后知影伊出代志，真正嘛是唔甘吼。尤其回顾到过去吼，可能会当伫这个有一个实验室，那真正甲邀请过，可能伊都未吼伫31岁者吼毕。自殺吼，應該是被自殺，還是講他殺，即款的這個部分來去離開，咱講人世間吼。咱回歸頭看，安尼已經40冬啊吼。啊，有人講吼，這個轉型正義到底有落實啊無？啊，其實咱嘛講吼，伊佇咧海外迄當陣是咧為着咱講美利都十字也好，啊是講經過咱講白色恐怖這個時代咧奮鬥啦吼，立啲募款，所以咱看伊佇啊。教書的時陣吼，嘛是關心到咱講台灣政治的發展吼，啊讀政治理論嘛參加到咱講通用會啦、人權會等等的募款，啊所以嘛去予一個敬重吼，甲伊入去啦吼。咱嘛看到講吼，其實有真濟單位要來去甲吼做一寡這個紀念，但是若是吸到陳文成這三個字吼，隆重袂使，是安怎袂使的吼？講吼命案也袂破吼。
之后咧，迄当阵咱讲要申请的时阵，吼，阁是财团法人台北文化交流基金会来去号名吼，一直到2000年，咱讲政党轮替了后，即中国国民党政权以后啦吼，落台了后，再当改名吼，做是陈文成朴树纪念基金会啦吼。啊，目前咱讲是推广转型正义甲人权教育重要单位，就是咱讲即个米行者吼所主持的即个部分啦吼。啊，好，搁较侪少年人透过受难者互动。熟悉白色恐怖，咱讲吼，受难这40冬，啊，相信咱讲吼，较少年的这个观众朋友，尤其拢无熟悉啦吼。但是咱讲吼，10冬前，伫咧台台吼，为着要纪念吼，这位陈文成博士啦吼，咱讲有真济吼，将这个作为吼，要去纪念暗会也好，还是讲吼，成立这个纪念碑也好，但是迄当阵，学校拢哈呐，拢甲阻挡起来啦吼。咱讲这个行业啦吼，印象上深，感受嘛上深，因为被阻挡诶。你是第一例啦，因为你当阵做这个啊研协会这个会长啦吼，其实咱讲吼一条歌要送予伊啦吼，就是31岁哈，伊死的迄当就是31岁，先用唱的，予观众朋友了解一下。好，伊的胸坎有情花，亲像讲袂出嘴的一句话。啥人问是毋是一定爱老花？这是自由的代价。伊的目眶有异乡的色，点点落在伊相爱的土地。无人问天公伯爱付出偌多，才有毋茫的一切。阮拢也袂记，安怎放袂记？彼个暗暝出门的人转袂去。有偌多青春，亲像伊。不再清醒，较侪的知识也袂过命，阮一支手指，阮拢也袂记，安怎放袂记？彼个暗暝等门的人睏袂去，有偌侪青春亲像因，袂当团圆。等无后来40年，看见后生大汉的美。有影啦吼，31岁吼，对一个人的这个人生来讲是打开始尔，但是陈文成博士，伊就是伫31岁来过身吼。咱最近嘛看到讲吼，真侪这个报道啦吼，有人讲伊71岁吼要阁恢复正段啦，但是咱看到31岁陈文成博士煞是来过身。迄当阵真侪学生囡仔要来纪念陈文成博士，伫咧这个台台校园煞受到阻挡啦吼。你看到咱讲这个纪念广场吼成立的一天。你的心内嘛是满满的感慨啦吼，因为迄当阵阻挡的过程，你先甲这个观众朋友说明一下。是啊，主要大家有一挂人会伫咧媒体顶边看到讲吼，迄当阵伫咧2012年，就是我伫做研协会长的迄年。是啊，顶一年我就任的头一天，阮就举办这个晚会，啊，成功伫咧后一学期，阮就念，因为阮伫咧晚会时阵有讲。阮举办了后，就是要宣言，讲阮要争取学校提案来设立这个纪念碑。是，嘿啊，所以后一个学期的校务会议，咱就随着甲这个提案甲提出来啊。嗯。啊，迄当阵大家知影讲，有迄个图资系的教授，就讲因迄个下乡吼，足侪女生。对，就尤其是强调是女生，这足奇怪啊！大波都唔惊嘛吼，哎，啊就讲惊毛线啊！啊，拄啊好，迄句就我回， okay. 我都回伊讲，啊，咱台台门下口都有迄个破校长的迄个蒙阿波底下，啊，大家拢无得惊，是安怎这小小的波会惊？啊，佫有一个迄个龙津迄个关教授吼，伊、就伫要转倒啊，甲我抗议讲，你哪会使甲陈文成、甲破校长安尼？相嘿，相比嘿，我讲是安怎袂用的，
恁大概是要教阮讲，敢若是有身份、有权，嗯，的人，有钱的人，才得到尊敬吗？副校长都唔是安尼啊，对吧？啊，若是副校长会尊敬陈文成袂？我相信会，嘛是会啦吼。对，啊，这是大家较知影的这个代志啦吼。啊，其实搁较正经，因为这个案要入去校务会议，正经一定要经过定书委员会，因为定书委员会伫咧摆案的。啊，定书委员会就是校务会议的代表，较侪人，啊，搁选一挂人来做定书委员。啊，所以学生的代表的定书委员，敢那我一个人。啊，迄当阵这个案，爱先经过定书委员会才会当提案。啊，校长伊本来唔是定书委员会的委员，伊就迄当阵是李世成校长，但是伊迄天伊特别去参加定书委员会，伊头一句话就讲。啊，这是政治进入校园 ，OK， 嘿，袂用的。哎，阮校，阮代代有决议过，讲政治袂用的入去校园。我迄当阵就甲讲，我讲，迄当阵做这个决议，吼，政治的意思是讲候选人，政党，袂使入来宣传。OK， 我讲陈文成，我相信伊绝对袂来代代邮票啦。嘿，啊，迄当阵就是伊就要动讲，这个案卖入去校务会议，爱入去行政会议，啊，所以我就甲校规，拢变作讲为着这个代志，我可能是代代比行政人员校规搁较熟的人。很贵啦，十块啊，吼。嘿，对，啊，就是安尼，甲因吵讲，根据这个校规，这都是袂使入去行政会议，爱伫个校务会和大家讨论。OK， 啊，要讨论足久的，啊，才搁摆入去，唔呐摆入去，搁是迄天的迄个。讨论的提案的第一案，所以就是讲，毕学校就是爱一定爱面对这个代志。啊，但是我嘛要讲，虽然校方伊尾啊主动的方式，就是因为尾啊足侪老师嘛发言，除了讲咱学生代表十几个足团结以外，足侪老师听阮安尼讲，伊嘛足支持阮的。我迄当阵其实都一挂哽咽吼，我甲迄当阵的学生会长郑明哲会长，我甲讲，我安尼看有可能会过呢。我本来是讲，即届是无可能啦，就是爱先让大家有这个凝聚力。是，但迄当阵看现场的情况，我感觉讲，敢那有希望的。我迄当阵就足感动的。是，结果无想到讲校长都用一个程序逼格的方法啦。其实伊迄是无合法的，但是就是常常提出来的突袭讲，无咱这先放在迄个校史馆。先整理的档案，咱再来讨论。啊，若是咪无意见，啊，不然咱来表决，就是临时变更迄个提案的内容。是，就讲啊，无咱来表决，那是同意讲校史馆先处理的基础。啊，要就安尼，足紧就安尼过。虽然看到讲吼，代代校园，然后代代本地是校园，咱讲是上自由的，但是用着各种步数吼来去做一挂抵抗，还是讲吼，即个买，和咱讲吼，即个陈文成事件，即个工厂来去设立也好，还是讲吼纪念晚会等等，即个部分吼，咱嘛做一张图表，先搁带大家来看啦吼。就是讲吼，2011年头段，咱讲吼，兴业嘛讲着吼，头一摆要纪念，然后举办咱讲纪念晚会啦吼，但是即个。咱讲吼，这个都爱吼设立讲纪念碑，但是无得到回应。另外咧，2012年吼，刚刚是这大大研究生协会吼，甲这个学生会伫咧毫无回应吼，提案讲吼，都爱用着这个碑文的这个方式吼，徛牌啊来去纪念陈文成事件啦。但是伊当阵的校长吼，李校长吼嘛是消极来去背过啦吼。啊，另外咱头段嘛讲着吼，用着咱讲查某学生会惊魔神啊，惊鬼。这款理由来去做反对啦吼，啊新的这个校上任的这个校长啦吼，又反对吼，伊讲吼对陈文成工厂表示达到正面的这个立场啦，啊校务会议同意讲陈文成事件纪念工厂来去命名。另外咧，2016年完成工厂的这个设计啦吼，啊2017年要来徛碑，然后来宣誓讲这个工厂已经设立，啊等待工厂改善工厂的这个完成。另外咧，这个杨校长吼。落任了后，煞爆发到咱讲吼啊，代代吼关中民事件这个争议啦吼，还当阵代理校长吼郭代伟吼，就另外成立一个专案小组来去研议，吼，方批评是讲吼是要翻案吼，啊，经过学生吼抗议了后吼，来去这个提案。另外咧，咱看到是2019年哦，关中民校长上任了后，用着从政治敏感吼 （political sensitive） 啦吼，做理由吼，表示讲这个学校。出钱也好，也是讲募款会引起到这个争议哦，连这个哦帮助宣传募款拢会互拒绝的吼，所以咱讲推翻郑校长哦，伫咧校务会议承诺啦吼，
另外2020年单本省基金会就两个月吼，咱讲吼募款募到1100万吼，所以咱看到讲二月才含大台来完成着关键的这个签约，七月来动工，2021年吼就是怎，咱看到工厂落成来启用吼，所以咱个请教这个美雄姐啊吼，这内底校园的这个弯弯曲曲啊吼，咱真正是好不容易来去完成着所有的这个咱讲工厂这个设立的吼，真正。要捐钱给伊，伊才要来动工呢。是啦，迄、那个原来台大有讲要出一半啦，吼、嗯。啊，毋过遮学生就发现讲，学校一直用各种理由吼在冤啦，确定要用专案，啊，确定讲这是政治性安那安那。啊，所以学生会会长啊，遮学生吼都真急啦。啊，真急就甲我讲吼。学校本来讲要出一半，啊，看起来拢无咧振动啦。甲我问讲啊，是毋是基金会会使来做这项工作？无款，我一听讲吼，安尼好，会使。因为上困难的，就是讲学校通过这个程序嘛，吼、嗯。啊，所以，阮因为迄阵学校有去招标，招标就是这个用着手这个吼，讲爱1200万啦，是，吼、哦，啊。所以阮若知影讲台大有若有创一个专案的一个 account， 一个户头，啊，这个户头就是为着这个馆长要创，不过伊都拢无振动嘛，啊，无振动，我就讲好啊，阮钱阮来募款无问题啊，两个月过，阮就捐到1100万，啊，台大有一个100万，所以1200万，就当好这个厂商去做这项代志，所以才会当慢慢来做。我有那是有一点感慨吼，讲、台大是咱全部大学的龙头，啊，大学是社会的良知，是啊，应该是爱带头，应该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一个校园。是，不过我看到呢，那真保守呢吼。昨昏发生的代志啊，搁我伫遐安尼亲眼看到，我伫即个经过，我感觉真不，这是做无彩的代志。是，美术人讲代代，已经民主化这么久啊。是。啊，台湾人安尼，还搁心内拢会惊，还是这学校的老师也好，有一挂行政人员啦吼，啊是这校警啦，是，拢有做一挂做动的代志。有影啦吼，美术咧，敢若参出，他都阿美雄姐讲的啦吼。咱讲代代佫带一个小敬重伫内底啦吼。其实咱讲吼，敬重对于这个单本省吼，这个事件、这个死亡吼，咱讲可能是直接的这个哦凶手啦吼。但是咱讲吼，这个源头，咱讲可能是这个维权政府啦吼。所以咱嘛佫整理着吼单本省事件啦。咱讲着吼，这个5月20日迄当阵吼，是因伫美国要回来。另外咧，6月30日原定哦，吼原定要阁登去美国，但是因为这个 visa 签证去用卡关啦吼。咱讲吼，6月30日警长吼，就趁陈文成要甲警管局的这个时阵吼，问签证的时阵吼，甲伊约谈吼80分钟，第一届无代志，但是伫咧7月初二吼，三名警长人员到伊的这个处理啦吼，讲吼哇，伊募款吼，啊，这个美丽都有10支吼。哦，带走了哈，啊，要甲伊讲一下，但是咱看到7月初3过两工，咱就看到讲，哦，伫这个四弟代代校园啦吼，啊，伊的爸爸哈，陈定武啦吼，伊甲伊的这个啊牵手，陈淑珍吼，伫咧这个殡仪馆吼，看到伊的这个尸体，这个手部好，手掌仔拢是咧这个空啦吼，大腿嘛乌青，头歪一边吼，目睭睁甲真大蕊，啊，陈文成的这个尸体，被发现的时阵，顶身是穿这个靴子啦吼，下底是穿这个啊裤，啊，但是伊的皮带吼，甲伫个这个胸坎进前的这个靴子外口，敢若亲像是用拖尸体的这个方式来甲拖起啦吼。另外咧，咱嘛讲到吼，这个迄当阵北检署的这个检察官陈春兰，甲伊的法医高坤玉来去这个勘验啦吼，讲这个在生进前敢若是受到这个重击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迄当时的这个7月初4的联合报吼，报道讲固定分局。讲啥？陈文成是跳楼自杀了吼，啊，大大校警伊嘛讲吼，图书馆大楼吼已经锁起来，外人无可能爬上这个楼顶了吼，那是自这个太平堆跳落来吼，应该袂遮远了吼。另外，美国媒体迄当阵嘛报道讲陈文成事件了吼。头拄仔咱讲吼，这个 Carnegie 这个 Mellon 大厦的这个校长啦吼，伊嘛向这个 AP 吼美联社来表示讲陈文成吼，因为吼伊所政治观念吼，从这个
中国国民党政权来去谋杀吼，所以然后加上嘛讲，这个过去了哈，国民党吼甲拍死，佮冤枉伊是跳楼自杀，这个真相然后就是吼这个维权政府安尼乌白来讲啦，乌白来好，咱讲吼按罪好伊啦吼，先做来看咱的这个专题报道。1950年出世的陈文成，28岁就摕到美国密西根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学术成就真显赫，也正关心台湾的民主运动。1979年，《美丽岛杂志》特别创刊，伊伫美国发起募款的活动，却因为捐款，获经被总部来约谈。隔当天发现，真是伫台湾大学研究图书馆边啊，享年敢若31岁。一夜之间，我的小弟就来离开这个世间。家属愤怒来指控，因为警总一开始就发布陈文成应该是畏罪自杀，后来侦查报告又阁表示可能是意外死亡。但是家属认为讲，陈文成迄当时无自杀的理由，跑落去大楼的时间甲地点嘛，互人无法度理解。而且尸体脚顶面嘛无穿袜啊，皮带阁夹伫咧失主外口。清查也非常的奇怪，逐摆调查拢一直排除他杀的可能。甲阮分析咧，讲确实是阮警备总部甲恁拍死的，这点阮承认，安尼我才相信啦。陈文成事件发生到今已经要40年啊，有关充满疑问，家属也成立基金会，每年举办纪念活动，就是希望得到社会的重视甲注目。行政院促转会也重启调查，佮公开调查报告，但是有关需要继续收集相关档案，才通还原历史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吼，这个陈文成这回这个事件啦，吼，讲31岁去用这个吼被自杀啦，是讲他杀这个嫌疑啦吼。另外，咱嘛讲到讲啊，这个陈文成这个事件，这个纪念广场已经成立，但是咱讲转型正义，感到因为这个广场吼成立，咱就开始有这个实践的这个空间，可能也搁差真远啦。继续，咱搁请教这个黄教授啦吼，其实头拄仔咱嘛讲吼，甲伊真亲吼，啊，家属尾啊，咱嘛看到讲吼，真正爱一个这个真相。头拄仔咱嘛讲吼，真相。大家拢知影是谁做诶吼，但是无法度吼指证伊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转型正义这点也是专专要落实。咱讲还阁有啥物部分会当吼替咱讲陈文成咧？上简单，即个广场吼，迄个碑文还阁无嘛？还阁无迄条嘛？就是讲，你讲即个广场即阵只敢那即那个揭幕啦，尔嘛？啊，你其实还未完成嘛？所以你碑文诶代志，其实我是希望讲有办法。上起碼就是要落解決啦。是，唔免個，我無希望講個，如果經過遮，佮經過遮做迄個審查手續啦，佮學校運動是看較開的，是比較開放一點，就是講碑文應該是基金會有一些，我們有一些建議嘛，哈，就運動是叫完你，即代志才有辦法解決。嗯，那第二就是講，其實陳文成這樣代志是。可能你转型正义来对头一个有可能做啊稍微有一点样子的啦，是啊，其实其他还阁早，嗯，所以这是一个开始啦，尔啦，嗯哼，讲你讲要讲转转型正义，讲要做啊真透了，真彻底安尼，真彻底，我感觉那个是爱无迄落，因为我有阵啊真感慨，就是讲，喂。有关迄个陈文成一寡活动，我会都爱阮迄个同学的即个网迄个 line， 嗯，群组内底，就也我过来群组嘛，就讲高中诶啦、大学诶啦，抛起哩，啊是讲诶，有当时因无拢 online， 我用 email 也抛起哩，但是你就发现讲其实，毋是讲，我有时候觉得很 sad， 就是讲，其实我真侪同学其实是种无欢迎的啦。OK， 无欢迎拢是即几个，所以你其实你来倒转来想，就是讲，较早你读建中也是读台大的学生，其实是不只啊，侪人是既得利益阶级啦。嗯嗯嗯。所以其实虽然讲真侪是同学，也是讲甲陈文成同学遮久，但是对这样代志，其实因。有个极点点安尼啦吼，不是那么 enthusiastic。嗯，坦白讲，所以你我按模块我就知啊嘛，因为我当然袂讲一个一个起来问啦，但是你模块的情你就知哦。当然我是非常的
surprise 哦，这边也无看你速度真紧。我嘛一寡同学，伊嘛是要关不加大笔，但是因为钱有够啊，伊就关一半出来以后，就是应用有够啊，是已经有够啊，所以伊，阮就讲叫伊讲你免个关嘛。但是你就发现讲，其实你若问我讲哦，转型正义这样，但是要做甲大家至少我要满意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容易。你看我同学即个你的即个迄个态度，有一寡同学的态度，你就了解。所以其实我就抛即寡物件，但是我袂讲多做说明啦。嗯哼，你讲迄是其实是因为因的迄个既定的想法硬是伫遐啦。是，所以我毋知感觉有两个是讲，我因为七十通起来，就是你感觉讲吼。有人家你讲的，这谁啦？可能就是一种无奈啦吼。有影。其实咱讲吼，吴教授讲到这吼，真正是讲到咽喉甜啦吼。咱嘛讲到吼，陈文成这个事件吼，真侪人咧关心，但是吼，急点点的也是真侪啦吼。所以咱讲吼，这个转型正义，这个敢若是第一步啦吼。广场这个成立，其实咱讲吼，真侪这个实践吼，也是讲吼，过去咱讲吼嘛，伫节目顶有讨论过吼。德国安怎做转型正义，也是讲吼，咱安怎看到这个国外这转型正义的实践，其实是分几大步的啦吼。啊，其实吼，针对着这个维权政府也好，咱咧做的吼，可能也够还。to the point， 爱搁较核心来去看吼。那么看到吼，其实咱讲这个纪念广场落成，真正各界拢有在看啦吼。咱讲吼，这个陈文成这个字之父啦吼，这个大明显吼，大显明啦吼。伊讲总算争取到伫咧台大校园设立着纪念广场，互家属感觉是真安慰吼，嘛了为着这个陈文成在天之灵吼，嘛为台湾民主化奋斗做见证吼。大学生会这个会长吼，伊讲吼，咱头拄仔讲的这个坑啦吼。历史真相也袂明确吼，就咧爱调查啦吼，相关的这档案应该爱还原着所有的这个历史的这个真相吼，承担着民主甲转型的这个正义甲教育责任啦吼。另外，迄当年这个陈文成的这个死吼，真正是和这个海内外吼，拢真正惊吓吼。伊的这个性命不过吼，就停伫咧这片这个草坡顶啦吼。另外，台湾基进这个通东部的这个执行长吼，拿树铺啦，伊就讲吼。陈文成朴素的这个性命，其实也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延续了吼。用什么款的这个方式来延续嘞？咱继续搁请教咱的这个欣业了吼。其实伊的这个性命，他都在用这个歌唱的这个方式吼，来去讲到伊过去的这个性命这个历程了吼。咱嘛讲到伫咧学生会家，也搁吼真要求讲这个学校来这个档案来去来去做一挂这个改。哦，解放吼，咱讲吼，这个哦，一般的这个学生囡仔来去看，来去使用吼。你去当阵吼，甲这个学校交手的这个部分，因阿人都甲恁主动着档案一地。啊，即阵你若要要求因搁较开放的，针对着档案遮，恁会安怎搁去要求？嗯，其实档案这个部分吼，迄当阵因为伫我任内是李校长是有讲要予校史馆来处理着，就是。陈文成的档案，所以尾啊，这个部分，伊做到什么程度？这，其当阵在我任内的时阵，其实已经有一挂较完整的档案。刷落安怎去报？迄是可能我尾啊，因为我就离开学校嘛。但是在这进程，我所知影是讲，因为嘛有一个陈文成博士的另外一个同学，就是杨伟哲老师。是。嘿，伊迄当阵嘛有去。是我们的老师，不是同学哦。是杨伟哲老师，就是伊是陈文成博士的老师啊，拍水讲唔对。嗯，嘿，啊，伊当阵不管是台迄个哲学系的事件，还是讲陈文成的事件，哎，杨老师拢已经是有经历足久啊。OK， 嘿，这个部分，但是因为迄当阵咱感觉讲吼，干那是做档案，伫个校史馆做档案，即块无够。嗯哼，因为。你做档案其实有一挂物件有吼，啊，即摆是两个问题啦。有一挂物件，譬如讲牵涉到警种的，是吼，牵涉到真相的，牵涉到责任的，这个物件吼，代恐惊是无。OK， 因为在找国家的机关。咁看嘛是这个促转会即阵咧做的啦，咱嘛看到讲吼，去年其实因为做一关这个标啊，这个调查吼嘛，发现讲吼，这个警种吼真正是涉有这个嫌疑的吼，佮伫咧咱讲吼啊，直接啊虽然也无这个直接的这个证据吼，指名吼，这个咱讲警种就是这个直接的这个凶手，但是透过咱讲清查这个挂资料吼，相信这个事件会哪来哪明白啦吼，咱嘛有做另外一个报道吼，先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
鲁比的学者陈文成，民国1970年7月13日，被发现定时伫台大校园，命案到今了要40年，中途经过七遍的调查，拢无法度厘清事实的真相。邱专会经过近两年解密档案、甲访谈的结果，公布调查报告，提出四点发现：头先是陈文成甲亲友伫案发的前后，拢互警地机关严密监控，嘛无法度证明陈文成被警总带走了后，有脱离警总的实地支配。我们发现这个录音的译文的内容看起来是不完整的，有许多的删节号，而且有许多的地方是前言不对后语的，所以光从录音译文没办法确保陈文成在警总那边确实没有遭到任何的不正对待。邱专会透过警总监听的采访资料，甲当年目击证人佮伊的朋友陈伟雄供述前后无合，无法度证明警总有甲陈文成平安送返去厝。另外，根据专业法院的判断，陈文成身躯顶的伤痕甲当时的第一现场状况无合，拢显示他杀的可能性比自杀佮有意外死亡佫较悬。加上警总阻碍侦办，所以得到的结果是警总对陈文成的死亡有嫌疑。阻止陈家人对外发声。简而言之，就是任何跟这个自杀说相反的资讯都不能够在台湾社会流通。这种种掩盖真相的行为，其实更强化了警总涉案的嫌疑。这个过程也是揭示了台湾转型正义非常重要的一个路径。那所以今天我们公布这个报告，那它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邱专会表示，陈文成案是要开违反通知侵害人权一部重要的结果，但是目前公布警总有嫌疑，无直接的证据证明。所以来透过清查其他资料，继续拍片追踪事实的真相。记者综合报道。虽然头头讲到吼，这真正是干呐阶段性的，这个追究真相一部分尔，然后啊，先来个邀请这个嫌疑吼，甲咱补充头头阿伯讲出来这个部分。哦，是，所以讲。这个档案的部分吼，分两个，就是讲一部分的档案是代代无的，啊，但是警总迄挂档案足侪，政府也阁也未公开。OK， 所以讲这嘛是咱纪念陈文成的意义之一，就是讲因为伊的资料，咱要关心，所以咱都爱大家知影这个代志了后，大家爱有一个共识，就是讲爱要求政府来公开这个档案，咱才有法度去得到真相，得到正义。所以说。就是要呼吁大家来关心陈文成的事件，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家要去要求档案公开。啊，第二个部分是讲，就算讲咱代代已经有杨老师、各一挂教授做过一挂调查，有一挂报告、一挂档案放在咱的校史馆，但是若静静的倒在遐，大家唔知影讲有啥物件会当去看。是，所以咱嘛是，这嘛是咱唔那是纪念陈文成，我感觉讲这是一个起点。其实长是这十年来才。到一个起步而已，对。刷下来，咱阁有数学事件，阁有台台哲学系事件，阁有足侪名，毋是讲像陈文成，即摆咱已经知影，阁有足侪名是咱毋知影的。啊，这部分咱若是继续去呼吁，继续去讲的时阵，即挂档案已经有的档案，才有机会会当予阁较侪人来看到。有影吼，需要阁较侪人的这个关心甲关注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伫咧无共时期吼，无共这个政党的这个部分，拢有去做一挂这个调查啦吼。啊，亲像讲吼，迄当阵咧啊暗勘的这个蒋经国执政的这个时阵吼，迄当阵台北地检署。调查报告是啥？伊讲吼，台大研究图书馆的这个东北角吼，发现一个死者吼，电视处就是第一现场，然后另外死者是由这个研究图书馆五楼这太平梯平台坠落，然后另外咧插到咱讲二楼太平梯平台吼啊来坠地身亡。另外咱讲吼，甲迄当阵拢无发现讲有他杀的这个证据。意外死亡，吼死亡也是讲自杀拢有可能啦吼。伫咧2009年马英九执政的这个时阵，高等检察署针对着这陈文成命案、甲这个林家血案吼，展开着这个调查的专案小组。咱讲吼，陈文成住台大校园吼，一个关注对了吼，可能造成伊这个身体上有真侪这个骨折也好啊吼，也是讲吼尾手死亡无排除意外。同款嘛是用意外这个方式啦吼，来去做一个死亡的这个判断。另外，2020年吼，蔡英文执政的时阵，邱专会咱头拄仔嘛看到讲吼，这个杨翠安那讲了吼，就是啊，陈文成甲伊的这个亲朋好友吼，伫咧案发之前吼，受到咱讲严密的这个监控伫咧。另外，佫有证据无法度证明讲陈文成自1981年7月12日予警总抓走了后，有脱离警总的这个实力吼。另外，陈文成伊这个电视的这个吼，唔是第一现场。头拄咱讲哦，迄个死的时阵去用拖吼，用这个被条拖过吼，可能伫咧吼关注吼自杀也是意外死亡吼。另外，
警总介入侦办吼，和有关当局吼，即个通知，即个阻碍家属对陈文成案吼真相追查，加即个啊泄露了吼，所以咱就无共时代无共款的即个调查报告了吼，李行姐啊。安怎去看讲吼？过去这个你头都有讲到吼，蒋经国这个日帖内底毛写过了吼，讲到迄当阵吼，这个就是爱全部拢甲抓起来，但本身就是一个命案吼，就是讲即阵吼，虽然无直接的这个证据是警种，但是这个日记会当证明啊吧。处长会已经有讲啊吼，警种无法度撇免伊的嫌疑，是啥物吼？不过这个档案吼，然后我所了解的差不多一档，无甲一档前吼，我微六十块，把它作为永久机密档案，含这个林义雄、林家血案吼，啊，陈文成案、甘南案，啊，迄阵我有提出来抗议啦，啊，我有看到啊，好像行政院长讲，哎，档案拢爱公开啦，那吼，啊，后来我搁含这个处长会。为遐了解，因一寡迄个名吼较重要的所在，要搁卡呢。处长会人是会使去看，啊，好像也不能照相啦吼，啊，卡掉。所以迄阵我有那要公开讲啊，政府的档案，政府不是要保护这些犯罪者。是啊，伊卡的人的确是迄东西做案的人嘛，啊，无卡要创啥，所以。啊，我有那有听到，听讲迄阵做案的人可能已经去美国啊，吼、啊，其实这个情形是足济啦。是。哎，二二八迄东西，彭孟吉嘛是伊的囝，你嘛知影，搞海啊，迄落航海大亨，啊，伊嘛是走去海外去对吼。所以这是台湾人，还是讲起来真可怜的所在，因为咱民主化以后。在甲咱撇开的迄个洞继续存在，继续执政，所以一些档案都没办法啊。个即卖伊嘛真侪拢，还阁有一个反对的声伫遐嘛吼。所以民进党在执政的时候也是很困难啦。所以我知影的是讲，这档案无完全，无完全公开啦。很重要的一些名字没有公开。有影吼，其实头段亲像美行姐讲，也是讲黄教授所讲的吼，即寡咱讲吼，迄当阵可能即个名袂当完全即个接受的，拢是即个咱讲吼受利益的即个人吼，得到利益者的人吼，所以咱讲吼，即个维权政府也好，过去对遮的即个受难者即个迫害，真正吼，即个时间吼要恢复因的即个转型正义，也够有一段时间的啦吼。但是咱嘛讲吼，即个广场成立吼是第一步啦吼，未来咱讲也够亲像咱讲规个即个白色恐怖也好，也是讲规个即个二二八。好，林家血案吼，敢真正咱讲吼，伫咧历史这个上吼，会当对这个转型正义真正是打开始了吼。但是咱讲无做，一定拢未有开始的这个阶段了吼。啊，尤其咱讲头拄啊，这个家属的这个部分吼，过来请教咱这个黄教授了吼。家属吼，头拄啊是讲到这个安慰了吼，但是因上尾啊吼，那是会当吼替这个陈文成吼恢复伊的这个部分，你感觉是啥物咧？我感觉是。没能够恢复什么？人死啊嘛。所以阮老母迄阵是咧讲个上吃亏的，就是因家的人嘛，因老爸、老母、因某、因后生嘛。啊，其实你做其他的问题、其他的代志，其实是对我来讲是拢假吼，拢假啊。人可以睇死啊。就是。你只好是讲有办法做的，就是讲你真相我有办法找出来无？我对这块我嘛是抱着不加大的怀疑啦。你能够真的是真相找出来啊？所以就是讲上重要可能就是主使的人啦。就是讲主使的人就是要公布了啊！你讲直接讲台那个动他动手的人，我觉得这个都不容易的啦，不容易找得到啊。是，包括遮侪年啦。所以你要讲对我来讲，其实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的，就讲人都给你杀了啦，你家里人能怎么样子？人拢死啊嘛，是。对同学来讲，我是跟同学七年，我不能，我不太愿意，你讲我就心情会起伏很大，对吧？啊，春秋安代期，我不知道怎么样子。不可能能够安慰他家任何的人呐、啊。我认为是哎，老爸老母啊，计心啊啦，村里对村里，
有影啦吼，虽然讲到这个四十档哈，上重要就是要有可能就是讲避免这款代志再重复发生啦。OK， 就主要是啊，就是讲真的是要把那个真相有一些，就是说要负责的人还是要、嗯，但是我完全同意那个我们董事长提的啦，你如果这个国民党还在能执政的话，这是 hopeless， 我讲话是无可能了。是，你拄啊提到就讲海外，就讲拄啊一寡档案，海外的档案有可能跟国民党有关系嘛？海工会的这寡档案，你至少在处转会，你讲因这档案他拿不到嘛？国民党的一些档案他拿不到。是，所以讲陈文成在海外到底是为谁人谁人该打小报告，向他监视的？这寡的了解是讲可能无啥无，这寡这方面是无资料嘛？了解，所以咱嘛讲吼，过去单文成这三个字都真正是袂当卡，但是咱讲吼，咱阁是吼迈向是新的一个里程碑啦吼。所以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吼来到这吼，继续来跟咱讨论咱讲吼转型正义，咱讲单文成这个部分吼，嘛唔忘讲吼大家吼关心啦，有关心吼有呼吁吼，才会当和这个转型正义做甲较尔顺势，较透老。然后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嘛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明仔再会，感谢，多谢。